现在是11:28，我媳妇在这块奋战半宿了。简单修完型之后开始涂底色，现在大家伙看到这个黑色呀、黄色的龙，还有这个有点暗红色的胡子，脸部的黄色其实都是底色。Tina 的计划就是一点点往上修色，最终变成她应有的那种颜色的搭配。上个视频纯白色，大家也都看见了。变化其实还是很大，现在体内已经慢慢往上涂绿色了，用油画的手法去往上上色，一层又一层颜色，回家呗，困了。需要 finish give you sir。那啥时候啊？你自己去，我在这睡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瘾头子，你明天再整呗。哎呀，我需要费你啥？明天看成品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晚安。